不要，我变蝙蝠。哦，他这个蝙蝠的话跟那个飞机很像哦，就是你被那个蝙蝠弄到的话，你就有点像是道具上的那个飞机。哇，完了完了，我石化了，完了，什么？我石化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玩一下我们的极速领域哦。那今天登录的话，大家应该就会看到我们多了蛮多新的东西啦。那目前来说的话，是多了一个就是金晶补给箱的大更新哦。那多了我们的荣耀之光，还有我们的沉浮海鹰套装哦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明天哲平会抽啦。那明天再来看一下能不能抽到这两个东西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沉浮海鹰套装的话，感觉好像女生的话也是蛮好看的，所以我应该会把它抽起来。那荣耀之光的话，现在已经在金晶补给箱里面了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台车的话，都可以赶快来抽抽看哦。那今天的话有增加一个新的那个模式，就是我们德古拉来袭啊，这挑战百人纪念的东西哦，基本上这个是百人的模式啦。那我记得稍早之前的话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什么许愿功能的哦，不过目前来说好像已经被关起来了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之前许愿的话是在这个福利的这边哦，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吧，所以就把它关起来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穿的这套套装就是我们的那个荣耀勋章里面的那一套，也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塞外元歌套装了，好不好？基本上塞外元歌套装的话，它会有自己专属的动作、哦，所以基本上待会的话，我们放久一点点，它就会做一个它的自己的专属动作，它会有点像是在打架那个的样子的动作、哦，而且旁边还有老鹰在飞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个动作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是塞外元歌套装它专属的一个动作了，所以还蛮酷的，好不好？那希望之后有一些就是新的套装啊，它都有一些专属自己的动作，就还蛮酷的。而且这边塞外元歌，我们看到鸟会在后面飞啊，嗯。帅气帅气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百人淘汰赛啦，我们就来玩玩看，因为我没玩过。那我们现在玩一下单人匹配，看一下他到底是在玩什么东西。那这个模式的话呢，100个人啦，所以要看一下到底会不会真的都是100个玩家，因为之前我们48个的那个玩家好像都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凑起来哦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些的话，应该有些有可能是我们的那个欢乐的玩家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好像要打到5轮，然后才会逃完成功哎，所以就是不能就是输掉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地图熟悉度的话，应该还是要有的。好，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玩家的感觉。没关系，我们就用塞外元歌套装好不好？我们来射翻德古拉啦。那德古拉上次看了那个活动的话，他好像是说被蝙蝠用到的话，好像是会那个哎，就是会加速之类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现在就要逃离德古拉的追击的感觉哦。哎，这场面还蛮帅的，说真的。这模式感觉应该还蛮好玩的哦，如果跟朋友组队的话应该会更好玩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努力先跑，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。感觉很会哦他们。那目前来说我们先抢一个第一名的位置。好，反正这种模式淘汰赛啊，就是跑最后的话通常都会出事，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那个出事就好了。而且我们这边右上角是有一个爱心的符号哎，所以那个爱心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搞不好是我们的血量哦。好，这边的话呢会有7波的攻击哦，然后上面的那个时间是倒数那个降临的时间，然后目前那个鬼旅社的话是被蝙蝠攻击到了，所以它的速度会特别快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欸，所以被蝙蝠弄到的话其实还算是有好处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可以加速啊这样子。可是目前来说我们都跑得比蛮很快，所以可以来思考一下，他们应该有可能是就是欢乐玩家吧，我觉得应该是欢乐玩家哦。好，这边的话4波攻击了，目前都还没有攻击到我们了，我们没事哦。欸，他们是轮流中蝙蝠是不是？他们都是轮流中蝙蝠欸，然后我们这边都没有什么事情哦。哇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欸，有人石化了，有人石化了，为什么？欸，为什么有人石化了？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？我其实玩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欸。哦，玩家哦，石化就是输了的意思哦。好，没问题，那这边最后一波攻击了，这个最后一波的那个倒数攻击，玩家哦被攻击到2次会石化哦，所以基本上虽然你攻击到了之后你会加速，但是你会被石化就拜拜。然后啊，7波攻击完结束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算是逃亡成功了。那其实它有点像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的48人淘汰赛，只是它有加一个就是蝙蝠系统啊。那我们第一名的话是可以开2个宝箱的，哇，还不错。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拿到一些就是这个燃料或者是奖励，就可以再去抽什么东西这样的感觉哦。好，这边的话呢会淘汰3名玩家啦，总共做7波攻击的这样的感觉哦。然后打完第一轮之后呢，就会剩下多少玩家，然后再来打第二轮的感觉哦。感觉怎么有点像
怎么有点像48人淘汰赛的精华版啊？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终于要来下一轮了。哇，这边有真的玩家，因为你看有人打字了，所以代表是真的有玩家啊、哦。所以大概就是里面会掺杂几个，就是真正玩家还有快乐玩家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行的话是小猪部落。那小猪部落的话呢，我们先一样先跑完完整好了。我们跑到第5局之后呢，我们再让那个蝙蝠来抓一下我们，好不好？起码我们也是有攻进啊，蝙蝠算什么？射爆他们！好，这边的话呢，德古拉攻击6次便会离开哦，就跟刚刚一样。可是刚刚好像攻击7次嘛，对，哎、欸，是真的玩家，哎、欸，真的遇到玩家嘞。所以这个模式的话，感觉遇到欢乐玩家的感觉比较少哦，因为大家可能都对德古拉这个有兴趣哦，哈，太好笑了吧？啊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那我们就先来，有真的玩家不能绕腿哦。反正就是尽量不要被德古拉抓到，应该就没事了。我感觉大家很会耶。应该还蛮多真正玩家的、喔，我觉得因为他这次多了这个蝙蝠啦，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想要玩这种感觉。哇，我现在在最后哎、欸，救命哦、喔，要攻击喽！哇，蝙蝠来攻击了，真的有蝙蝠哎、欸！哇，他是随机攻击的哎、欸，他不是那个哦，不是，他是攻击完那个人之后，他就是会有那个加速系统，所以他会变成蝙蝠的那个样子。哇塞，好恐怖哦、喔！我现在到这个。到这个名字有点尴尬，你知道吗？被攻击2次，我们就会石化、喔。哎，有，他被石化了。所以跑最后一名的话啦，跑最后一名感觉比较容易被攻击到哦、喔。不要攻击我、喔！哎、欸，有开始可怕的感觉嘞！哇塞！哇哇，不要不要！哇不要！哎、欸，这是哪里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方向盘了？哇不要！我、哦、变蝙蝠！哦哦，哎、欸，他这个蝙蝠的话跟那个飞机很像哦，就是你被那个蝙蝠弄到的话，你就有点像是道具站的那个飞机。哇，完了完了，我石化了，完了，什么？我石化了，哎、欸，这好难哦，我居然输了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以为他跟48人淘汰赛一样，结果没想到，哇塞，好难哦，我居然输了，哇塞，太难了吧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的话第一次玩是输掉了耶，哎、欸，也太难了吧！所以刚刚的话有一些真正的玩家之后的这个模式就真的变好难哦，尤其是还会有蝙蝠来攻击你，但是你被蝙蝠咬到之后呢，你是可以变成飞机的样子，然后直接就是飞过那个区块哦。而且我刚刚是因为没有飞过桥，不然我应该不会输的。看来这个模式还是要认真玩一点点，我觉得比48人的那个模式还要再更好玩一点点哦。哇塞，真的是很帅哎！居然会输哎、欸！我的天啊，太好笑了吧！啊，已经有人石化了，石化就是输了哎、欸！我刚刚以为石化是还可以再动，就不行。而且我们刚刚明明要甩尾逃开了，但是完全没办法哎、欸，直接被石化住了，好恐怖哦！这游戏，我觉得到时候打到第5轮之后呢，应该会更可怕，因为更多人会玩啊、喔，就是更多会玩的玩家啦，就会很可怕。我觉得这模式真的开得还不错哦、喔。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就是趣味模式的嘛，我也觉得蛮……德古拉怒火暂停了，所以我被定在原地了。可以，考完成功。好，换我们的第2轮了。刚刚第2轮的话，我们是输了啦。不过是因为有遇到一些真正玩家，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有遇到一些真正玩家哦。那我们刚刚的话，一点点小失误就直接掰掉了，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点。我觉得就是淘汰最后的3名啦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哦。尤其是我们这一波的话，德古拉只会攻击6次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要小心一点点，先努力的跑。哇，我这边是换到车啦、啊！哎、欸，我真的换到车了哎、欸，因为我们刚刚好像抽到车之后呢，它可以就是装备这台车哦。那这台车感觉跟之前那个我们的车子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哎、欸，就它的轮胎好像比较厚一点点的、欸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个不是吸引吗？吸引的轮胎有这么厚哦？所以这个游戏的话，就是你好像打完一个关卡之后呢，你最后不是要抽宝箱吗？你抽到宝箱东西的话，好像是可以让你就是在这个赛道上面更多的提升这种感觉哦。哎、欸，还蛮好玩的这个模式，我真的蛮推荐给大家，就是慢慢的去就是累积那个宝箱，然后让自己那个能力更高这样的感觉哦、喔。可是不知道这台有没有比我一开始开的那个天启还要好、欸，其实不太知道。不过我们这场应该是可以把握住的，这场应该也是欢乐玩家啦。嗯，只要有欢乐玩家的话，应该就不太容易输。但是有时候你跟他一些真正的玩家玩的话，就会比较可怕一点点，因为真的就很刺激哦、喔，我觉得。尝试开启机会。2级引擎，赤色屠戮。哦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换赤色屠戮了，是不是？
我不太知道、欸、因为我不知道这些车子是不是就是比较厉害还是怎么样，因为我们这边一开始我们是有加天气啊，有啦，左上角这边有那个赛车零件加成，有没有？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，有没有赤色图录，或是用我们的这个，就是增加引擎，它会帮我们增加能力啦。所以你越跑越多，然后第一名的话，你可以抽到的增加的能力就越多。所以哇塞，这模式真的还不错哎，就是你越跑越强，然后拿到的那个加级就会比较强，所以就会比较容易可以打到第一名的感觉，会有赛车零件加成。哎，摩托车停在那边哎，啊，它石化了啦。因为我们刚刚石化的话，也是变成石头停在原地，有没有？这边都是石化的。哎，石化碰到我们，我们会不会被它卡住啊？有要结束了，太好了。哟，没问题，我们第三轮也撑过了、哦。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，这模式真的好恐怖哦。好，那大家看到我们左上角这个地方，我们加的能力越来越多了、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模式的话，我觉得以我们这种有 A 车的人来说的话，应该抽到更多这种零件会比较好一点，你就可以帮自己的车加速哦。那我刚刚是没有开他给的那个就是赤色图录跟那个吸引啊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模式还不错玩的，就是你如果没有 A 车或是你只有 B 车的话，你可以就是来这边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抽到 A 车，然后你可以直接用 A 车来跟人家跑，而且这个模式的话感觉真的蛮刺激的啦，一个失误就被蝙蝠给抓走，真的会很恐怖哦。好，接下来应该就是最后一局了，因为只剩下五个人了，第五轮看一下能不能逃亡成功哦。Ready go！ 哇，这模式真的蛮嗨的，我觉得比那个我们的四十八人还要好玩好几百倍哦！哇塞，这边感觉很多都是真实玩家哦！哇，这个喷起来不妙啊！我的天！哎、欸，这张地图基本上我不太会跑，因为之前的话大赛也是在这边输掉八四哦！哦，好恐怖哦！救命哦！到底能不能逃脱成功呢？就看这一次了，蝙蝠不要抓我啊！我的天！哇、哦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来，我直接撞烂。到后最在最后面的很可怜哦，会被蝙蝠抓哦，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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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八次的攻击哎！救命哦！八次的攻击哦！好险，我这边先那个，我这边要来一个甩漂，甩漂，然后这边赶快甩尾过来，然后这边一样接过去，不然我们就要被蝙蝠咬了。加油！不要咬我！哇，我这边卡漂了！哇塞，尴尬尴尬，这边自己失误了。不要石化我！不要石化我！哇，有一个蝙蝠冲过去前面了！哇塞，好恐怖哦！这个蝙蝠车，哎、欸，两个蝙蝠都冲到前面去了！哇，又变蝙蝠了！目前没变，哎、欸，我才说目前没变蝙蝠的就我们了，可是这边直接变蝙蝠哦！哇塞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快快跑快跑快跑！快跑，哇，刺激刺激刺激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哇，我们现在在最后，小心小心小心，要先走要先走，不要不要变不要变蝙蝠，我们要抢第一名，哇塞，不要不要石化不要石化不要石化我，哎、欸、哦哦哦，好险好险好险，可是我跟我们那个 FB 厨值都啊，这样就算逃亡成功是不是？哦，好紧张哦，我的天啊，太紧张了吧这游戏、欸、可是这个模式真的蛮好玩的，不能推荐给大家好不好，第一名哇呵呵，哇，超刺激的好不好。好，那最近的话也有我们的那个就是金箱的车车，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荣耀之光登场了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那台车的话，也不要忘记可以来抽一下我们这个金箱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啦，如果你觉得我们德古拉模式很好玩的话，可以帮泽平的影片点个喜欢哦。那你觉得我们赛幻元歌套装这套套装你们给几分呢？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泽平哦。那每天中午十二点跟晚上五点半跟晚上九点都有影片哦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啦。那我这边我们下一片再见咯，大家拜拜啦。